那，哦，没看什么，原来这集市这么大，一眼都望不到头。对啊，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，四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，可热闹了，能逛一天呢。这个很适合萌萌哎，萌萌，你过来看一下。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。好，可以比身上试一下。这个行不行啊？嗯。 来，吃吃看。哎呦，真行！小兔子。小兔子，喜欢小兔子了又啊？小兔子。哎，喜欢哪个小兔子啊？那个黑的喜不喜欢？那小兔子多少钱？一块钱。那个呢？那个小的多少钱？小的。黑豆喜欢。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。 黑豆，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？你要是跑丢了，我怎么给你放他交代啊？啊！熊孩子干嘛呀？红玲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集是你家开的，就兴你光，不兴我来。黑豆，你想吃那个吗？啊，想啊。来两块啊，来，坐，过来坐来。 坐这儿。这小孩真可爱，谁的呀？阿毛他们的。吃吧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啊！好吃，多吃点。是了，红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说为什么呀？为我呀。 哎，正好，因为什么？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，我们一起逛逛。嗯，好啊。行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？不着急。你个人出来的？没有，跟我室友一起。行，回去吧，我室友。黑豆，乖，跟妈妈回家去啊！我不要回家，家里没有爸爸，爸爸在哪我就在哪。 黑豆，乖，听话。等过了年，爸爸再让我们妈带你来看爸爸，好不好？嗯。黑豆，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，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，知不知道？听你叔叔说什么了吗？来，好吧。哎，不要。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。嗯。嫂子，一路上多注意安全。这阿毛已经放心吧，在部队还有我们呢。对。 再见，哎，同志们，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，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。都做好准备。是。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，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。啊，佟旅啊，这个地方。立命。立命。讨论的怎么样？报告叶排长，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。 完成侦察任务，继续。是。叶国华看到孟金柱、段磊、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肖春生身边，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肖春生，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，他也意识到。 自己和肖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。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！我服。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，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你看，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。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。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彻。
陈生，我得提醒你一句啊。你说，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，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、懂大局，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别人心里未必不变，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：你比他强。那你觉得这个人该封我们毕露吗？也不行。你说这人吧，收敛锋芒，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；那要是在锋芒毕露，轻了让人嫉妒，重了不得被人恨死。那就是说，怎么做都是错呗。他那么亮，你觉得是他的错吗？月亮没有错，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。陈生，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，但也很局限，因为它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，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、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、上哪个学校、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儿所决定的。很多时候。